旧约将马经埋藏新世代频道，末世纪马场见证我音探讨。马评人无世一男神，全都诗篇举十架 YouTube 敲门，坐太脚花爆发，万马千军逐人，编织四海经文与福音。女神看雅典银河，黄都谷中错配架所思星座，如果那胜利像为你挥出一丝，是女性还全没意义。赛马后有节亦黑天使美情分，冷眼望天际落下，看撒旦破禁忌伊甸女独十戒，有可否得到禁果？让圣经里的门徒天使有传道，救恩彰显血赎罪流入新约里，用创纪圣殿订立新世代程序，预计分秒时间翻极致赛区。挪亚风雨中何时找到乌托邦，愿信者得救，看节目里再追。马神有太多传闻，从诗篇福音马可路加追寻，透住赛马路上直播可否吸引，开 IG 中推送你的心。女神看雅典银河，长夜空已跑马地天边星座，如下那胜利像行程周三飞马，套足仙女解开枷锁，为在这最后伊甸女未惩罚我透露真理仆人，再背负创世代黑天使末十戒，坦率讲比赛可憎。在马经末世满道天使有传道，救恩的鲜血赎罪流入新约里，用创纪圣殿订立新世代程序，云算分秒寻快播后上赛区，是你想见到信望金色乌托邦，绿草青波来爱经逐要再追。许多话爱我怎么记得，卡拉列其实我自古如メガミなんてなれないまま私は生きる。残酷な天使のデイゼ窓辺から館飛び立つ、踊らせる熱いバトスで思い出る裏切るなら、この空は大高輝く少年よ神話になれ。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个新世纪速奔赛事 EVA。 很久没跟大家见面了，因为又有皇家亚视谷赛期，亦都上只有一天出硬了片，因为喉咙未好翻啦。虽然依家都系噶啦，但系咧嚟紧见到哇，好多我哋曾经都已经品提过嘅马又再出场咯。咁点算咧？只可以拣一只。咁当然啦，喺呢个节目都系讲一啲咧段速强嘅马俾大家听啦。咁未讲之前咧，记住咯，未订阅呢个频道朋友，想提升自己嘅赛马知识咧，喺呢度唔系讲 tips 噶啦，同大家分享一下究竟平时我哋究竟是怎样看马的呢？可以右下角有粒四星龙珠按下去订阅就知道的了。今次呢，如果你大家看到标题呢，都会看到咦，又是川河啊，为什么呢？有很多只川河的，次次都是那只呢？不是的，今次呢有另一只川河跟大家讲一下。川河冠区这只马呢，其实呢我们呢，如果你有留意即是同场呢，有很多
太易揾，我哋試過講啦，以前天竺貓試過同大家講啦，然之後加州德力同大家有講過啦，甚至乎中盲萬里啦、嘉應喝彩啦，一場已經有五隻啦。跟住咧去到三班1650咧，你唔好以為冇喎，都有喎。嗱，之前嗰只川河首區又喺度啦，咁啊川河今次唔係講川河首區啫，咁跟住咧另一隻咧就係之前講俾大家聽嘅喺二班千二嘅合夥奔馳啦，然後仲有咧人和嘉興啦，咁呢啲都同大家講過，星龍區啦，顏色大王啦，咁呢度哇加埋三場都已經有十隻啦，跟住咧。仲未計嗰啲未贏到嘅進寶啊、進先生其實進寶咧呢啲咧，佢試習好翻咧要小心啊！如果無啦啦咧，氣位心騎呢啲冷門咧，大家即係記得要買翻啊！我今次咧肯定都係好似上次咁冷噶啦。好啦，咁啊講呢度咁多隻啊，精選威都仲喺度，係啊，都仲有精選威份。跟住五場咁啊，當然都有以前我哋提過嘅我做到啦。咁啊，亦都咧。有試跑得啦，你話咁多隻點揀咧？精益大師又喺度，花好圓形喺度，心想事成未贏啊！上次啱啱先講完，我都仲記得。咁段速強有啲得，有啲唔得，有啲冷，有啲熱。咁川河冠區呢只咧，上次跑第四，一路咧就減緊分嘅。啊，想同大家講就係呢啲馬咧，一直你睇今季咧係完全冇表現嘅，啊未 win 過嘅，但係又係嗰個問題啦。呢一場雖然有很多馬有些贏過啦，譬如六支啊、新榮之星、赤馬紅峰，但係咧大家都贏過。有時我要跟大家講就係、是，你點樣知邊只馬犀利啲咧？確實有些馬咧三班贏過嗰啲咧係叻啲嘅。其實你想下三班識贏撼天鐵翼，撼天鐵翼依家都贏咗啦三班，跟住好如意，佢個能力必就算你話有。王志宏減十分，你當是三班的弱組或者你即對手雖然強，但是你自己再多十磅減，你當弱組啦，咁都是贏三班啦，係咪先？咁另外如果你抄翻第二樣嘢就係、是，我哋有時都要講，喂，對手強唔強先嚇？同場有很多對手係有冇贏過都緊要噶嘛。譬如金運來，金運來咧。他就贏千二的一放到底的那陣啊，兩次都是噶。咁依家叫增程抽十二檔，削多少削弱咗啦。松鼠之王超埋貧噶啦，六歲馬咁啊，用王志宏又是減磅贏過。咁今次王志宏都借不到出去啦，點解啊？咪又係好似精彩動力咁咯嚇，即係要或者飛騰追嗰次同大家講咁要搏咯。咁跟住仲有共創成果又冇贏過啊！新榮之星咧，啱啱都同大家提過嗱，呢場咧四班佢僅僅贏啫。咁呢度我哋贏梗有啲運嘅，咁但係又係嗰個問題啦。識贏嗰啲馬，佢三班贏過天人合一、燕王加富，係咪犀利啲咧？啊，咁所以你咪知道，咦？點解沈集成呢只落四班，最後都贏到咯？啊，咁都未計我哋成日貼嘅六支啦，又係三班識贏嘅。所以這場呢三班贏過的馬呢怎麼都會高過好像宏財這種呢只是贏四班的馬的不是說那些馬不會贏而是會要贏的時候呢難度高一點譬如這場超勁寶寶他都兩贏了但你看到咦原來他真的贏四班了至於老馬呢赤馬紅峰剛剛那次又再第七贏去到第九贏就贏四班了但其實呢他再對上一次呢都是贏三班的你會看到有些馬呢就是這樣的之前贏三班減分減到下來這隻就差一點加洛飛區贏四班然後呢贏五班是屬於四五班升降機德爾佳莊最近操起了有馬贏今季贏四班而已你看到評分都從來沒有上過三班不用看手錶接升都是即未贏過的嘛你會看到其實同場呢要贏過三班的馬咧，得新榮之星啊、赤馬紅峰啊、六支啊呢些比較犀利啲嘅。咁餘下嗰只咧就已經是川河冠區啦。咁不過佢哋各自有不同嘅，有些係抽咗外檔啦，譬如六支新榮之星咁樣。咁1650咧抽中外檔咧唔太徹底啫，咁但係抽內檔咧都幾著數喎。
最緊要就係咧，其實呢只馬咧，佢暗藏咗佢個復甦，大家睇唔到嘅。嗱，前一次即係呢場咧，佢就51倍開跑啦，跟住就25倍，咁呢個好合理嘅，因為你雖然抽靚檔啫，咁但係問題就係用咗陳嘉熙減磅咧，啲對手一樣。啊，對住安康萬里咧，呢啲2.5嘅馬啊，再出咧，即係叫做都不停打搭上名啊，贏完第二又再贏翻，咁即係點啊？強咯，仲有呢場嘅強咧，唔係一般嘅強嚟嘅，呢場嘅強咧係叫做如果平時我哋即係上次咧，大家記唔記得五街馬經咧？我咪整咗啲表出嚟嘅。咁安康萬里咧就屬於啲個六角形好大嘅馬嚟嘅，即係實力好高強。咁呢個咧，你由段速嗰度都睇得到嘅。譬如當日有3班1400啦，有4班1400啦，即係第十場啦，11場都係啦。咁前面有2場啦，就係2班1400同5班1400。當日跑5場1400咧，你嘅參考就好多啦嚇，唔同段速時間。安康萬里都有盡力騎啦，唔係點過大四之夫啊！佢就做咗1分21秒73，嗱，先見到就係咩啊？快嘅標準時間完成啦，然後都係快步速嚟嘅。咁你諗下，快步速快時間完成，可能你話啫地快啫，會唔會嗰日個地特別乾爽啊？你見場地指數都2.71，又確實係喎。然後但係呢場快步速。會唔會都係咁嘅原因呢？我哋依家望下啦。好啦，望下三班嗱，你記住1分21秒73喎。安康萬里做1分21秒73咧，係快過滿歡笑，快過4班贏上去嘅精英啊。然後呢場4班1400，1分21秒73，碎渣1分22秒1幾啫喎，好慢嘅喎啊。然後咧。紅桃巨星啊，金網之星，金網之星都識贏噶嘛？你話啊，會唔會後面啲場次踩爛咗個地啫？咁你睇下前面5班咯，都係1分22秒71嘅。咁即係呢場咧叫做咩啊？都係慢時間慢步速啦，去到第三段都就嚟1分鐘咯。咁所以放頭馬咪贏到咯。咁成件事都係合理噶嚇，即係佢爆冷唔明口言嘅，爆冷係因為咩啊？步速極慢。咁呢場咧馬老放贏嘅咧都係喎，都係超慢步速，慢2秒咁多啊！巴閉哥咧就贏唔到，咁但係問題就係、是、都係前置馬包辦嘅。咁你會見到咧，原來全日最快時間就係呢一場，呢、這個第一。第二啊，頭先講完呢個比較5場嘅時間，咁你話咁只係可以證明佢快步速快時間啫，咁有咩特別啊？個特別之處咧就係佢都係比較偏快嘅步速。頭先你見到就嚟1分鐘啦，59秒幾啦。咁呢個58秒正咁滯嘅，比起呢啲5班1400，你話就嚟1分鐘，或者2班1400就嚟1分鐘，咁你開頭你可能以為地慢噶嘛，但原來唔係喎，有啲1400可以去到58秒正喎，快2秒喎，比起頭先慢步速嘅時候，你話究竟個地快定慢咧？係咪先？咁啊，另外去到後面啦，呢啲58秒99啊，58秒95啊，全部都係貼近59秒嘅。啊！得呢場零零舍舍咧，係可以貼近58秒嘅啫。咁即係話咩啊？快咗6個馬位咯，啲前置馬。咁係咪一隻騎甩嘅咧？我會話唔係啊。咁你因為睇過原圖片，你就知道噶啦。而放頭馬咧，真係冇斷嘅喎。嗰只叫咩啊？大西之夫，最後跑咗第二㗎。咁你話咁有咩著？有咩咁特別咧？咁咪即係證明呢組咧前置馬全部唔斷，就係強組嚟㗎啦。咁你話？是不是的嗱，你不信我不緊要嘅，你不信我不緊要，我都是想同呢個節目入邊同大家分享，提升大家賽馬品味啫。但是你要信咩啊？事實，我哋賽馬咧成日都要建基於事實去睇嘅。安康萬里嗰個快時間你可以不信啊，佢贏你都可以覺得佢可能進步，但是大西之夫快放不斷咧，佢又再出嘅喎，而且佢再出我有提供嘅喎。而且我提供完之後，佢真係有贏喎。而且佢贏完之後，佢真係快時間贏喎。啊！而且佢快時間贏完之後，都仲要係贏甩嘅喎。咁即係證明咩啊？真係強組咯，係咪啊？博愛先鋒、超越名區、哈大小啲冷腳嚟嘅有啲。咁但係大細之父係可以贏甩2個馬位咁多。咁你你仲信唔信咧？
咁宜昌奇兵就未出嘅，但係佢都受惠咗啲後上優勢，輸個零馬位都幾叻噶啦，我會話嚇。咁另外啦，唔怪之得之前可以咁樣走入嚟啦，帶冷五身份啦，咁佢都叫做打搭上名嘅。另外啦，咁啊前置馬唔斷，唔係得佢嘅。宜昌奇兵身後，咁又後上有啲健康之星啊、海船幸運、神聰馬車、良田福星呢啲，咁啊後上競盡天下同時時如意咧，呢啲就係屬於咧前置跟咗呢啲快步速，仲有靚檔添啊，一三檔跟住咧就輸得比較遠，輸成四個馬位嘅啊，所以咧暫時就冇嘢睇嘅啊。但問題就係前面我哋嘅川河冠區咧，佢係輸兩個馬位。其實同軒王大細致富咧嗰半個馬位咧爭過零馬位嘅啫。如果大細致富係可以咁樣贏甩的話咧，咁川河冠區呢個第四咧其實都犀利嚇。咁再加上就係方仔都知道咧，呢只馬咧跑沙田可能因為軒王家富贏咗咧，都俾人攻擊住噶啦。不如順勢咧將佢轉個未贏過嘅路程啊，右上角呢度見到啦，同情佢未贏過，但係多次上名噶跟住用翻自己見習生，赤馬紅峰都唔借啦，啊唔借俾希斯啦，咁就即係擺明居馬好似飛騰追咁啦，啊佢個心意好明顯嘅，咁雖然啊呢啲馬咧，即係你見到操練好似好疏落咁，但係起碼咧佢都啊喺比賽前有個快操，啊咁都好過即係入遊閒乜都唔做，啊如果今次抽到一檔咧，我估以呢只馬本身個天生速度咧。至少都要係博士位㗎啦，啊難得呢場咧又真係冇乜馬放嘅喎，啊從早之王放唔放得出咧都要諗諗，佢千八得啫，一六五零未必得㗎，咁當然啦，啊如果佢放咗，咁其實都冇乜問題嘅，咁咪即係守博士位咯，根本川河冠區都唔係放頭馬嚟㗎嘛，咁所以對佢嚟講咧跑法上會比較著數啲，而且咧好多馬咧都係屬於即係比較。弱少少能力噶啦，咁所以喺呢一場入邊，川河冠區咧雖然唔係話啲好抵買嘅半冷門，但係咧佢有翻十倍八倍俾大家咧，佢作為一啲位置 Q 或者 Q 嘅膽咧，其實都幾抵嘅啊！呢個第一，第二就係佢自己咧都可以試下 win pay， 佢的確因為個組別夠強，時間夠快咧，佢有贏面嘅啊！你要話。方仔啊，即係係鬼上身咧，都可以嘅，因為你睇報名表咧，喺七月一號嗰日咧，其實係有四班千四，仲要有兩場咁多，咁你可以望下方家柏有冇馬報啊，好明顯就係咩啊，冇啦，咁啊另外一組咧，四班千四咧，亦都係已經啊報齊名噶啦，咁啊方家柏如果同你講佢博朗日雪風，你信唔信先？你信唔信先？呢、這個理由會唔會牽強咗啲啊，大佬？一隻從未上過名嘅馬，啊，千二米，仲要爭情佢千四，啊，只係因為佢試過集入個第二，仲要泥集濕快，咁你覺得唔通呢只先係真啊？讓路俾佢咯，讓路俾朗日雪峰，川河冠區咧啊，贏過都唔算係咪啊？上次強組都唔算，咁好明顯就係唔係咁啦件事，好明顯就係方仔將個部署咧。擺只馬落川河冠區，推而求其次，遇啲弱啲嘅對手，希望佢贏咯。啊，咁你冇忘記，同埋呢只馬上次係衝出嘅，相隔七日。啊，咁今次咧刻意休息耐啲咧，先再報咧，佢好明顯就係心意喺度嘅啦。咁啊，見護造咧，成個方面啊，即係咩啊？部署啦，馬匹能力啦，啊賠率啦，全部都係好嘅。對手咧就雖然略強一啲，不過咧。有佢可博嘅地方，不妨考慮一下咯。好啦，咁今次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多謝大家收睇呢個新世紀速奔賽事 Eva 啦。稍後仲會有啲啊瞬間看讀贏嗰啲節目咧，大家都記得重温下。如果唔係咧，有好嘢嘅時候咧，好容易走漏眼嘅。咁聽日仲有其他精彩節目啦，所以右下角有四星龍珠未訂閱嘅朋友，記得撳落去，開埋實心鐘仔。我哋一陣再見。啊，記得片尾仲有本書嘅。小提琴，大家可以欣賞一下啦，我亦都可以訂閱埋個頻道，連結咧就喺呢度下面噶啦，我哋到時再見啦，拜拜。